超强救援阵容，未知的鹰牙对象，人气歌后，管你是小星星，总可为我陪我陪。音乐甜心，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金曲天团，夏苏热哈 ，And you to break。三位都是正正，今天你们就是要来帮他们来做。哇，哎呀，这几位都是唱将级的，通常是唱将级的，厉害，厉害，来来，秀琴，秀琴，Hello， 好久没有听到你出唱片了，真的，都在演戏比较多，演戏多，很久没唱歌了，对，今天也是想要来回味一下。太，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和声，你他们和声最厉害了。好久没有唱，没有啊，有听的好舒服。我们都不是本科系，就是自己练习的。哎，唱到有兴趣了，对，有绝对音感，合起来，没有很自然，他们就往三度和声去，好厉害，三度哦，那种哪三度？三度就一度、两度、三度。OK， 谢谢。我们是一个半全音的和声，哎，比如和弦那一多一级和弦叫哆咪嗦。本公司王董，王董，王董，就是一句话。我玩了小孩，这样讲就懂。再来是我们的佳佳，佳佳，好久不见，厉害了，哇，佳佳的歌声那是犀利的，对呀，对呀，好棒啊！最近又有新唱片，对，我的新专辑还是二月十号。你怎么好像突然间想到哈？没有。有点粗老的，对，他粗老的很厉害。对对，我有专辑。那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菜，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对，红烧狮子头。不是，我的新专辑叫做《还是想念》，2月15号就是实体专辑会发行了。对，太好。听说很厉害，里面是几座金曲奖跟180奖的金奖，什么意思？制作团队，制作团队。哦，那些人的获奖数，总共是哪些人？就是那些人。比如乐手啦，或者制作人啦，还有你本身，格莱美奖也有在里面，写歌的人加起来100多座，格莱美奖也有在里面，有黄金阵容，混音师是格莱美奖，哇，还有一个日本的龟田诚治，他是追名林琴的制作人，哇，这就是这张专辑真的很多的大咖帮助。来，现在看看我们今天有四位等待被救援的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平常唱起歌来相当普通，哎，对，哎，甚至到了难度，翻腔走板，但你们要知道。所谓和声 harmony， 和谐也叫 harmony， 对不对 ？harmonica 那就是口琴了。有一首歌 Every and Ivory， 有听过吗？没有。其实我是在问阿咪老师，就阿咪老师这样的反应应该是没听过。对，Every and Ivory live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side by side on my。听过吗？听过。对，这个是经典老歌，经典的，对，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黑键有黑键白键，就跟人类一样，有黑人白人。哦，钢琴摆在一起都能那么和谐 ，Why don't we？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那么融合？这是美国超级经典的歌，很有意思。所以今天你们就是要来帮他们来做和声，好的，否则我们是不可能让他们在我们这么收视率高的节目冒重险单独来唱歌。一人一格，哎。不行嘞，歌手才有办法这样。来来，先跟他们看看每一个人抬头，好看抬头。来，那人气歌后，人气歌后，你好，看一下他的剪影。哦，哎呦，是女生，她不能出声音，跟她聊天只能唱歌，身材用不然会破露馅。那我们先听她唱一下歌，好吧？好，来。管你小众大众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重口味我陪，我陪我陪，耶。有点老派的感觉。当然，如果
耳朵到最后都没有人选择怎么办？那他就会一直在后面，就穿，没办法出来，还穿了一个邦打的那个，对呀、啊，哎、欸，薄纱哎、欸，人气歌后，人气歌后，他应该会知道为什么叫人气歌后，人景春歌后，就每一个人看见他都很生气，人景歌后，好吧，来第二一位，叫做清新女神，哎呦，哦，有流苏。女神吗？那我们听听她唱两句，好不好？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哦哦，有点在发抖的感觉，他紧张，有点紧张。加上什么？好像心情不太好。听完之后，没有没有，也是人气歌手吗？佳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好，还好。佳佳是站着吗？衣服刚盖起来，我是没有礼貌呢。来来来，音乐甜心，哎呦哎呦，甜心，看一下，哦呦，哦呦，哇，这个也是，这个厉害哦，身材很棒，哎，漂亮，听听他的歌声，好吧，来来来。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哎哎，断了两句，就两句，哎，声音蛮甜的。对，嗯，对不对？三位都是重症的啊，看看第四位，好吧？金曲天团，哇，该不会台湾敢叫做天团的已经不多了，对，来来，一起来听听他的，来看看剪影。哦，从这个是男生，程度很好，男生团体。好的，来，我们请小钟清唱的。我那个是个谐星嘛。哦哦哦哦 ，Sweet Child Mine， 就这样。哎，你就不愿意好好正经唱一下？一句啊，那歌声就不错了，丘比杜华嘛，对呀，夏苏拉哈嘛，夏苏拉哈 ，And you to brand darling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姿势，你可以动，秀琴来，我你以前这个锦绣二重唱，是你一起唱了几年？我们一起唱了16年吧，从民歌开始哦，一起16年，有时候你帮他和声，有时候他帮你和，那两个人声音有时候又交错，又可以 unis， 哎，老师给一个 D， 每一个出来我都要考验他。什么歌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随便都可以，对啊，对啊，老师给一个 G， G 啊，什么歌？你拿来带当家里真正的上面有搭有搭有，好厉害哦！所以他们这个唱这个要经验，说来就来，就单哼的也可以，不一定要歌词，不一定，因为和音其实真的很多种，不容易，对对对，要和的和谐，然后不吃到主音，不抢戏，对不对？哎，对，不抢戏，但是要有存在感，要帮助它变成那种和谐。新的和音概念已经不是不抢戏。有时候是凸显和声，也是主音的另外一种。对，它凸显和声。算了，我们音乐人聊就好，不要跟这两个音那个音哑人。我们是音哑的，对呀，音哑的。来，你来选一个，
这四个来选一个。其实前三位真的是，我的能力可能救的话，他真的比较严重一点。你说前三位，重症的前三位对女生，我觉得我可能选一个男生。选男生，对，所以唯一的金曲天团，对，是吗？虾叔先生，一起来欢迎 Mr. 虾叔。Yeah， 有没有虾叔？ Yeah。以前你们都应该很熟了嘛，我们很少遇到，我们没有，我是好像在民歌餐厅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民歌餐厅。对，以前我们在那个木吉他唱歌的时候，他那时候就算是天后级的，在那个民歌餐厅不得了。对啊，那民歌餐厅红到不行了，真的没有了，而且在民歌餐厅里面，他们是纯粹听歌艺。对对对，你的意思是说？对啊，我没有在看台上的人，对，就听而已。但是我跟你讲，我起码是和声团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的问题不会太大。会唱的就是百搭，谁来都可以；不会唱的就是白搭。所以应该是白搭。今天挑战的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很有看头，因为很难度很高很高，而且最近又翻唱，大家红爆了。对。谁翻唱？那个田馥甄啊，对 ，Hebe 有翻唱这个歌，唱的好是难度很高的歌。阿妹有翻唱啊，如果唱不好是度难很高的。因为这首歌要完整唱完，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中间的音差非常多，对，真假音的转换几乎是很难的，很难的。那加上它还要在和音，哇，等于说是空中旋转。才两圈半，难度很高，完全是花式歌曲哦。对，所以我们先打预防针，唱的差一点。我们是有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琴瑟和鸣？好吧，但从我们今天观众朋友这边举牌，如果没有举一半以上的话，就要泡脚喽。怎么泡呢？怎么泡呢？有没有看到？各位，有泡泥浆，来自不同的，有泡臭袜子，臭袜，有泡黄连，有泡冰块，黄连。哎，你不要以为黄连最温和哎。对啊，没有那个脚够啊。跑到那个指甲缝里面，你怎么洗都洗不掉，你要把整个那个指甲拔掉，那一残留就是三个月，真的。我待会想人家会以为你黄指甲。哦，好，加油啦！好，黑色幽默来。
这两个人的一个和声啊，哎，感觉就像什么那样，哎，像，比如说一个那种大峡谷，你知道，哎呦，当中拉一条钢丝，哎呦，然后两个人走着要过，提心吊胆，当中要过来会，真的是情景，有一种同，我这样形容，佳佳是不是很同意？走钢索的人，你刚刚是不是睡着啊？我有在，我有在听，但是就是第一个音和声，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对，大家都有一点跌倒的感觉，是太大声还是怎么样？对，我不知道，突然那个 balance 怎么会这么 balance？ 你那一开始没有把握，要稍微远一点。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二三，来。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对，所以呢，佳佳，第一个冲，佳佳说的含蓄的，难道我们听不出来？对，有发现大家都歪掉，有一点。好，各位，我们现在马上来举牌，到底他们能够经过我们救援成功？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有力给那个圈，如果不行，就举一个叉，请举牌。哎呦，21-9，恭喜过关。safe 来下面一位，赞，对啊，安全过关了，哎，哦，差一点就要跑了，你想跑啊？哎，那么快乐去，还脚还跨过去，准备兴奋哦，兴奋要被处罚，欢迎佳佳，哎哎，佳佳耶，佳佳来了，耶，佳佳，哇，有在小巨蛋唱过吗？没有啊。你不是有帮阿妹唱歌声的？有啦，我说自己的没有啦。剩下三个女生，你自己挑一个。人气歌后，人气这个第一位，我呸这个。但人气人是气死人了，对呀。好，接下来看人气歌后是哪一位，请开门。是谁？来，请关门。但是我可以是蔡明佑的歌，我可以，我出过唱片。你那是 rap 性质的，我不是，我是卡通歌儿歌，有点念唱。教育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哦，你不敢，佳佳现在脸不太好，面有难色，委屈，不开心花，没有没有，叫你要慎选，对啊，哎，你月子做完了？我早就做完了，我女儿快四个月，小女儿，而且我告诉你，手脚会冰冷吗？手脚会？我不会啊，蛮不怕冷的，不会是吧？我不怕冷，哎呦，冰块还是？可以了，他唱。等一下，我一定要讲，你要怎么样？他说他用生命在唱歌，我是用乳汁在唱歌的，我现在还在哺乳，我就过来了。我告诉你，你们都是被妈妈的乳汁养大的，一定要知道一个母亲为了赚奶粉钱的辛苦。还没有开始表演，就在拉票了。因为最近没信心，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今天来的是佳佳，他一定可以帮我，他超强的哎。好不好？你就开口，他不是你不开口，我随便唱他都可以合。对，可以。我唱什么小星星，他都会合了。可以啊，我们试试看，来一个，随便一个歌，我跟小星星也可以合。不是你啦，我先跟他啦。就没奶了。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骑着钱，我骑着它，它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心里真的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来来来 ，OK。OK， 很和谐，一点点，什么都可以，对呀。其实我阿妈一大丢，阿妈一大丢，不回家，家家一个阿妈一大丢，哎呀风扛来，风扛一只一大丢丢，阿妈一大阿妈一大丢，我一大风都来。我甲人客咧唱歌，跪起来咧唱，要参与一下嘛？哎，好开心哦！哦，大家太爱唱了。我也可以唱阿妈一兜丢啊！你们两位好好讲，选什么歌？他的一个很有名的歌叫那个《填空》。
是很难的，那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偶像剧的 KTV 行歌，很多人在唱的偶像剧，哦，所以这种很难唱哦。好好加油，不要把人家搞砸了啊！人家的歌哦，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加油加油，来带来填空。漂亮，太明显。我是适合一个唱真音，不适合假音的人。要学啊，我真假音唱就这样。那可是我刚刚觉得，因为我在，你觉得我唱歌什么问题？哎，他刚唱到佳佳唱到头很痛，他在抓头哎，突然出现磕劈的，唱歌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我很抱歉，真的，因为他有塞音我，可是我真的很不会唱那个 R&B。其实我觉得他大致上音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那主要看你看的吗？没有什么问题。哎，你如果站着不讲话，会感觉像乐山大佛。哎，很稳，对，气很足。佳佳说我唱歌没问题耶。佳佳说的，佳佳有本难念的经啊。秀琴，秀琴，你刚听这样，刚把你的讲得好难听。讲出你音爆的，佳佳把这个平均分数拉了非常非常高哦，而且他中间还有飙海豚音，对，但是不是飙海豚音，是我这个呜你没有呜出来哦，没有，呜完之后后面他有哈上去，那是见鬼啊。语文很努力，非常努力，谢谢，但是佳佳还是帮他很大很大的忙。艺术是不能勉强的啦，谢谢，谢谢。评委，评委，我觉得那个佳佳很厉害，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他的歌，嗯，然后现场乐队伴奏，他的那个和声可以像那个伴唱带里面放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他很努力的、很稳定的给他一个很美的伴奏跟和音，但是偶尔那个 KTV 还是会遇到喝醉客人。就来看看喽，好吧？哎，小先有有先选吧，那个疑问。不，要哪一个？等一下，我不能冰块，因为冰块会让奶缩起来，不行。我告诉你，我要有发奶的东西。发奶、啊，黄连可以。那叫臭袜子嘛？臭袜子，臭袜子。你要想到。
我女儿才三个多月，她回去闻到我身上臭袜子味可以吗？那泥浆就 OK 吗？敷敷脸好了，好不好？会过关的，来一起来举牌，拜托拜托拜托，不要过呢，请举牌。好，谢谢，谢谢，只有四票是缺了。你们小时候和妈妈哪个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吗？成功了救援到他吗？你有成功，有，但是没有救援成功，对不对？你只救了四个人来，你自己调一个位置吧，来。来去去去，对不起哦，不好意思。不会，那这样好了，我补偿你，我下礼拜约你去 KTV 再唱一次。来，请入座，请入座，来请回，请回，请回，谢谢嘉嘉。黄连呐，黄连哦，这。哎呦，脚你的脚够，哎呦，全部都会变黄哎。哎哎哎，最害怕的是谁？不是何雨恩，而是黄连，要来踩我们了。对啊，要泡进去不正，两脚要泡进去泡泡泡，要泡均匀啊。好的，来，变黄变黄。明伟，今天也带来我的新唱片，我要送给宪哥还有两位。哎呦，终于做好了，谢谢明伟，做好了。我的首张台语专辑，台语专辑，哦，台语专辑，对，我上大声，对，不会呢。温喜，一起温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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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对，这首歌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像，好可怜，连他爸是谁都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啦，原来会这样。哎，一起滚老杯啦，你看，锦鲤去掉喽。对，是全台语的全部，全台语。对，来，你选哪位？我要挑清新女神，清新女神，清新的，你喜欢看过吗？你感觉视觉的就很厉害，跟她和声肯定很棒。哎，因为我们有团体的经验，真的要使出绝招。杀手阿米老师，麻烦给一个降一，漂亮，哎呦，男的。不好意思，给一个西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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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可以哈，好嘞，来看看这清新女神上，好来，看有多清新，开门，欢迎她，哇，这么清新啊，怎么清新呢？都中毒了，还清新啊？你还好吗？宪哥，这他的妆，他的装扮好适合，这是中毒妆哎，对不对？不是因为我气没有人家长，我只好腿比人家长。真的，你听过茵茵唱歌哎？对，看她跳舞啊，第一次吗？是第一次，第一次。佳佳，有考虑换一套这种。欸、你如果演唱会唱这种出来蜜大腿碎了，我有蜜大腿，最流行的大腿，他也蜜双招，露露穿 ，OK 吗？露露可以穿，这个嘎嘎到我的大腿了，流的超厉害的，哇，没办法，现在流行，九零都穿这种，对，来，咱们就直接来好不好？好，喝大力就来啊，对，我有摇滚的做的阿密特，来一下欣赏他们两个合唱表演。
feel， 有 feel， 根本就阿密特，没有，真的阿密特，真的阿密特。为什么你知道吗？你那个声音哦，没有，就是也不会怕压过他，两个人一起灌出来，对，一起爆冲，对，双管齐下。和声上面最害怕是两个人的厚度不一样。对不对？很厚的却合到很细的，对，你随便一出来就压过，随便这样不行，太棒了。而且你有跳舞那个太加分了，你跳舞还可以唱那么好。你刚刚在唱，我完全都在注意你在跳舞，超厉害。哎呦，醒起来，超加分的，超加分，超加分，纪录评委，那个醒起来啊，妹妹，来来，秀琴，秀琴，怎么样？哦，我觉得这组感觉上好像有出去接场子，对，有搭。就很会唱，而且歌选对了，对，然后刚好明伟两个搭起来，真的好像是一个团体，对，一个做口碑，一个做门面嘛，是门面，对，加加加加加加。我觉得这一组很不错，因为英英很会唱，哎，对，怎么那么会唱？真的唱了，被认定的啦。所以那个明伟的话，他加进来又有一个粗犷的感觉，跟他的。他的声音比较细的声音，一加一大于二，你是和谐的，你是不是很羡慕这一组？他已经在泡脚，人家还在泡。OK，指甲已经变黄了。盛希，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精彩，然后英英准备的好完整哦，对，很佩服。妆都很完整，发型、服装，小裤裤、靴子，对，对不对？腿都准备好了。对呀，舞台上的表演就要让台湾很多艺人啊，这个憋手憋脚，对不对？穿的跟背原子一样。这个他很自然放出来，看就不会看错。你在那里，他本来看起来很紧张，可是后来一上台就不一样。对，舞台型的表演，比赛型的。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能够得到几个肯定，请举牌。哎，只有一票。我要看一下，他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举错？是举错？为什么你会举叉呢？没看到哦，被家家挡住了。前面有一座山呐。佳佳 ，OK， 开玩笑，好了，恭喜过关，来来来，谢谢，上座上座，有没有看到也是好棒的，再来，哎，孙盛希，谢谢，也是出唱片了，恭喜你，哎呀，안녕，哎，안녕하세요，谢谢，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谢谢，对，我的第二张创作专辑，印象中的孙盛希是真的很能唱歌的，很能唱，因为他的声音真的会让人怀孕的那种，有耳朵怀孕，耳朵啦，啊，能耳朵怀孕，很多人都这样讲，那他用什么针筒住进去？他没有到针筒。你的歌叫《一种歌词》，是这一首，这一张专辑里面我写了10首歌曲，哇，全创作，有很多好玩的合作，跨界作词人帮我写词，你和声也是有研究，写歌的时候，一些刚刚讲，宪哥讲到的那些，本来就设计进去的，对我蛮会用这些，对，老师叠在上面，那就来喽，给一个 F， 给一个 F， 希望是我会知道的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他点在干？阿里郎，哇！我们在唱歌，你唱谁听？什么都能合一点啊，对，都要能跳，这个就要看你们表演了。好的，好吧，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位音乐甜心。你看以前来都搞一些不搭不齐的，然后抓鬼文，抓头发磨地板，鬼文。不是因为他们前面唱太好，我现在压力很大。不会压轴哎，有那你们两个是外形最搭的，对，怕我被压着走，和谐的，外观很和谐。会吗？你唱歌会声音会被带走吗？好像会，我的声音比较轻，比较飘，有点那个中气不足。别人我就不教了，你我就先教你一点，好不好？老师给个吸气。某年某月。某年某月。
你也是美国人，某一天，某一天，你唱，某一天，就像一张，就像一张破碎的脸，破碎的脸，你鹦鹉啊！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爱不再起，只为那兰花的手。这首不会啊？好好好好，那你随便找，你熟的歌啦，找一首你会，对啊，你比较拿手的。那就是宪哥的屋顶好了。好，屋顶，屋顶，屋顶的和声大家太熟了、嗯、啊，真的、哦。可是比较熟，比较能那个附和着一起唱。嗯，我干嘛要听你？我是来帮你。你刚刚问他嘛，你就唱听海就好，最简单的。听，可以吗？听。来来，哎，老师给他一个鸡。听海哭的声音。你看，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不够自信，你永远就觉得自己不会唱歌，然后就被催眠、催眠、催眠，就你心里面的就唱歌这个项目是你所不专长。像我明明不会，但我一直觉得我会，到最后就真的会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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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是有一些实力，有有有有。哎，对对对，要催眠自己，靠桃子，要一直催眠自己。一开始是模仿嘛，对不对？所以好好有自信的唱，好吧？什么歌？遗失的美好。哦，你不可能。不是啊，隐形的翅膀呀！隐形的翅膀啊！哪里？我太紧张了。我想说，你完全来了一个遗失的美好。隐形的翅膀，同一个虽然同一个人唱，但不敢吓了一跳，多了，可以吗？那个升级，好，好，你们就好好表现一下了。好，来，隐形的翅膀，哎。勇敢大声的唱进去，好不好？假设你就是他，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让我们有一些小感动。有哎，引擎的翅膀就是说一个人在心里面一个理想目标，是我朝着它去飞，但是我没有翅膀，但是没有关系，想你有隐形的翅膀，想象对不对？所以有翅膀的是属于夜安型的，比较不会外露，不会侧漏，不会侧漏，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的是。
现在有用关我们什么事啊？秀姐，刚是不是好像回到你们在唱和声的那种？蛮单纯的感觉。而且他是用低音来和。对对对，我是要讲低那个低音不好，补那个频率非常和谐。那其实慧文的声音还蛮干净，蛮甜美的。对，而且他们俩的外形真的很像是一个中国跟国外的芭比娃娃。哎呦，跟韩国嘛，啊，对，就是一个中西的合璧这样。啊，不错，佳佳。对，我真的觉得有点感动。你有去过四川吗？为什么问？怎么这么跳痛的一个问？四川那里有一个乐山。又要讲人家。乐山大佛。喂。我觉得有点感人。庄严。他觉得感动，听起来蛮感动的。你唱完之后，人都被感动了。不是不是，因为他唱歌的表现方式是很诚恳的。对对，不油，很认真在唱好一首歌。对，所以我刚刚就是闭起眼睛来听，我觉得蛮感动的。赖明伟，我觉得那个顺序很厉害的，就是一开始他是和高声部，让那个慧文的那个主歌的部分可以唱得很稳定。对，然后后面越唱越好，然后那个顺序就推到低声部帮他补，帮他补低频，所以工程后面非常工，非常后面非常的工整，良相佐国的感觉。对对对，哦，厉害厉害，也很顺，很棒，那口碑不错，会不会也要泡脚呢？不知道，好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吗？请举牌，来，哦，哎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个叉，所以还是要泡啊！好，来，哎哎，来两位，请泡，两位，很抱歉，哎，请问两位吗？两位，是两位吗？有靠窗吗？因为有抽烟吗？有吸烟，一位走到。好，来，不好意思，来，请泡，你想泡什么？我想泡泥浆好了。泥浆，对对，泥浆比较聪明，还可以敷。臭袜可以叫他过去啊，泡臭袜可以。好了，泥浆了，泥浆了，美美女，哦，厉害了，我们先看好处，好处就是看他泡泥浆，开泡一下，对对对，哦，没有，我脚都没有味道，不是那个问题，不是说你脚，哦，小心，哦，好冰哦，哎，其实踩起来蛮舒服的，舒服啊，你可以慢慢坐，可以慢慢坐，有一种颗粒感。颗粒感，哎，妈妈怎么样？看起来很舒服哎，有一种颗粒感。我觉得你们讲起来差那么多，去看好好练一下，好不好？也要谢谢他们几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新专辑唱片能够获得大家的喜欢，谢谢，谢谢他们，明天同样继续回报。